王思涵伙同壮丁饮酒吃饭不见未婚夫。哇，这过马路还能低头看手机的红衣女子，不就是家里有15个 billion 的王文阳千金王思涵吗？吓人就是吓人，搞什么东西啊你？15个 billion 了不起哦，我26个 billion 呢。哎，葡萄姐啊，你也会看我们动新闻啊？扑你不啦，我会买到烂葡萄，当然也会看烂新闻呢。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你？啊，怎样？我怎样说话干你屁事？哦，点点垮了，王思涵跑来 ATT for fun 吃晚餐了。嗯，对我们这种好几个 billion 的人来讲，一人5000。台票以下的晚餐都是小吃，这家 Fit Angelos 算是平民美食。哎呦，果然上人看到的跟下人都不一样。哎，我只看到同桌坐的，怎么不是她老公呢？怎么她有老公啊？这就是另外一个吊诡的地方了。她3月31号和31岁的黄建维在东京订了婚，两人爱情长跑了10年呐，可以说是开花结果。啊，结果嘞？结果传6月要结婚的他们没消没息啊。嗯，会不会是男方家里有0个 billion？ 也没这么市侩吧？难说，这不是一般同学朋友聚餐不方便代办吧？王小姐也笑得太嗨了吧？嘿嘿，是该开心啊，有人请客呢。哦，拜托，平民美食才这点小钱。哦，是王小姐不高，还是她朋友都太高了？哦，啊，不知道她朋友家里有几个 billion 呢？你够了啊？想怎样？小心我让你一天不能动新闻，两天不能动新闻，三天不能动新闻哦。呵呵，你好容易激动哦。你看看人家豪门千金多亲民啊，这个眼镜脏了直接用衣服抹一抹，与人相处没有距离。哎，我赚多少钱你赚多少钱啊，本来就有点距离好不好，滚开。哎呦，别急葡萄姐，反正刚好也要结束了，最后剩阿男阿女进新一路的 Marquee 喝酒去也。苹果鱼浪奈买到烂葡萄的你，要不要来杯葡萄酒啊？贱呢你，滚开！不倒。